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。今天咱们来到荔枝地这里。今天咱们这边还是在摘这个荔枝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目前的话，大部分荔枝都快成熟了，都快摘完了啊。我们茂名地区的荔枝都快，大部分都在陆陆续采摘啊，快到尾期了。现在已经转到广西那边开始成熟了。啊，目前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边都在摘这个荔枝大家看一下啊，摘荔枝的话，这种树比较矮嘛，还是摘的还是比较快的，但是产量有点低，这边的这一块地的今天的价格的话还算可以啊，灵山那边的妃子笑的话是6.5-7.5块。啊，然后我们茂名化州这边妃子笑是6-8块，白蠟罌是10-12块，然后高州的妃子笑的话也是6-8块，白蠟罌也是10-12，白蜡的话是6.5-8块之间，黑夜的话是6-7块之间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茂名地区的白蜡跟黑夜都是6-8块之间啊。然后现在连江那边快摘完了，基本上就是荔枝，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啊。今天呢，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荔枝价格的是几个品种啊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评论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Bingo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。